第三十五题，当红星海贼团的潜水艇在深海中排出空气形成气泡往上升的过程中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这海里的气泡，它泡泡内的压力跟会跟外面的压力保持相等，而我们泡泡往上升的时候，它的水压会变小，于是泡泡的体积就要膨胀，而使得压力变小，而随时保持跟外面的压力相同，因为我们的体积变大而质量不会变，所以呢密度是会变小的。所以第三十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气泡体积变大，气泡内气体密度变小。